近日，温碧霞在微博上晒出自己和富商老公何祖光在沙滩游玩的美照。至今，温碧霞绑着发带，穿着白色背心与黄色长裙，在沙滩上十分吸睛。照片中，两人相偎在一起，十分恩爱。老公的皮肤黝黑粗糙，和后退的发际线抬头纹，让网友觉得这到底是温碧霞的老公吗？温碧霞之前也晒过老公在海边的照片，但是画风完全不同。老公的头发梳理得很干净，然后架着墨镜，非常的酷，就还好，没有觉得很夸张，但这次的同框真的像相差20岁了。温碧霞的老公叫何祖光，确实是一个富商，看起来老了很多，也比温碧霞大不了多少。只不过温碧霞看起来很年轻，非常会保养。然而实际上，温碧霞的儿子已经都这么大了。他们结婚的时候，老公穿西装，面色圆润，看起来还是帅。但是现在老了，我只觉得他身上那股风情还在。女人能保持到这样，应该算是人生赢家了吧？祝福他们一家人。